卷儿，嗯，你干啥嘞？看那个油条纸发回来，一会儿咱炸个油条吃。咱炸大点小点儿。炸一个，一个人能吃饱了吧？倒完吗？不倒完，这一袋900克，炸一点不中吗？在里面打一个鸡蛋，加入300毫升的温水。水温多少度呀？水温30到40度都中。看这个面团可软了，再往里面给它淋点食用油。在揉面的时候它就不容易粘手，揉到这个程度都差不多了。这面还不光呢呀，我先给它醒一会儿呗，等会儿再揉。现在手上沾点油，再去揣面的时候它就不粘手。你看这小胖手真巧。像这种光光的面团，再给它醒面40分钟。面团已经醒好了，取出来一半，用手给它伸长一点，再擀成一个长条，太粘的话可以在上面撒一点擀面粉。擀好以后给它醒2分钟，切好的面筋不会缩。在面筋上扎一个水线，这样好粘合到一块儿。用筷子在中间压一下，等会儿就可以上锅炸了。几层油温啊？6到7层吧。油温越高，它这个油条的生胚的蓬松越好。油温太低了，它就蓬松不起来了。那9层油温就没关。9层油温外边糊了，外边糊了，但是里边没炸熟啊。咦，这看着是中啊。油条鼓了一下，胖嘚嘚的呀。多宽面它就越鼓越大。上身中呗。它不容易再炸金黄的表皮，炸到这个油条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是面好哎，还是手艺好哎？这油条炸的面粉好，我的手艺也不差呀。你看这油条炸的，中午这手艺不赖。一根看着你能吃饱不？在西兰花里打入2个鸡蛋，这样的做法